还有我们的三道猴子的医生，安妮的七辣怎么还没到？急屁耶，他骑他妈妈的车了，等一下就到了。急屁哦，安优现在第二春，很爽哦。对啊，哪像我们这么鲁。社会在走，基本行情要有，你们就是不太会跟妹子聊天，活该。好了，改天我教你们一下怎么把妹好了，笑死，可。骑车要别人教，爬七辣也要别人教，真没用。听说你七辣很辣，很会跳舞，但这天都传闻你七辣跟很多男生嘟嘟 do something。没有嘟嘟嘟 something 啦，我七辣很多才多艺，会跳舞，会唱歌。好了，等一下我叫他们，叫他表演一首歌给你们这些卤蛇听听。是我轮到，我七辣来了。嗨，我是正能量少女，绝对不开心，轻而易举来做个鬼脸，笑一下，留下我的记号。我喜欢吃好吃的，也喜欢看好看的，我想要每天快乐的把快乐再给你们。夏天穿冰淇淋，海边穿比基尼，女人的吸引力，快拍照。Yeah, I say hello, hello, oh oh, hello. You say hello.你刚刚是不是背着我跟别男人 say hello？ 哦，很多。你刚刚是不是跟阿密老师 say hello？ 德军，但是德军是德军，他儿子。你干嘛？他就是阿密老师啊，而且他是很多大咖的御用钢琴手。小阿密，阿密老师是演艺圈最出名的琴瑟钢琴手。你跟他这样 say hello， 我也很担心耶。宝贝，你听我说，还有其他乐手老师啊。就是因为还有其他乐手老师，我才这么在意啊！这会让我想起《白雪公主大战七眼》的故事。那是一部电影。琴瑟大乐队，想想都很恐怖，我也很生气耶。你怎么那么负面啊？我跟阿密老师，你都要怀疑，我受不了，我要跟你分手。分手就分手啊，谁稀罕啊？我的衣服最稀罕了。我这是你加的吧？